杀我有很痛苦一生。你就是施西亚的元凶。为什么不管我是人是妖，你们都不能容我？她是个狐妖。神姑娘是大理的清水大人之女，她怎么可能是妖？不吃人心。中了碧林夫人的蛇毒化血，只有七窍金莲的莲子才能解此毒。我要拿走。你的赤眼金瞳能识破世间一切妖邪幻象，就是法，这是赏。金钗是暗妖降雪，是祸。方其中，犯其绝外。成了妖了吗？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我也是为了天下苍生，降妖除魔。我受了伤，中了毒，我就成。